这个啊，歌词都是他们改编的，就是集体去想的，真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们超厉害的。我甲小我缩小一下啦哈，因为恁徛边仔口，我都徛。你关机吗？Thank you.
第一次在那个能源局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就是刚刚就是那个阿姨就是流眼泪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很担心，因为那些妈妈们他们都是追得逃，就是那个一转开来只要有一个人哭，全部就是会一直哭这样，对吧？谢谢大家，今天就是谢谢于大哥，愿你的故事，然后很欢迎大家就是有机会一起来愿你，然后黄色你干嘛哭？你有哭吗？你这人怎么会哭？对，然后很欢迎大家来愿你玩，如果我们没有抗争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去海边走一走，对啊，然后吃吃就是阿姨煮的东西这样，然后如果有人就是想要到院里来，或是后续很想要知道那个各种资讯，可以在我这边就是留资料，然后还是很谢谢于大哥洪雅书房，不要两边传，他什么？哦，好好，帮我传啊。那你们夜里我们从嘉义要怎么去？坐火车，海线什么都有。海线坐海线的火车，三线的不能哦，对，海线的，对，海线的，然后就再次谢谢大家，谢谢。